欢迎来到心姐整形美容小课堂，我是爱说实话的整形医生心姐。今天呢给大家谈一谈法令纹。那现在呢随着这个医美被广泛的接受，很多的小姑娘呢都开始关注这个法令纹深的这个问题了。其实呢如果你仔细的看的话，其实很多的明星，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刘涛呀，他们笑起来的时候法令纹其实都挺深的，并不耽误她美。所以说呢你要分情况，有的时候这法令纹稍微深一点呢并不影响你整体的年轻化，但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这个结合泪沟也深呐、或者是苹果肌不饱满呐、颧骨这个地方比较塌陷的人呢，如果你法令纹还深的话，就给人一种衰老的感觉，给人一种很down的感觉。这种时候你可能法令纹填充一下呢就会给人一种年轻的感觉了。那么法令纹填充呢分为很多的方法，最常用的临床最常用的方法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叫做这个玻尿酸，也就是透明质酸的填充。这个呢非常非常的简单，直接呢就是用一个药啊，一般都是比如说填充这个国产的或进口的润百颜呀、瑞兰呐、乔雅登啊都可以啊，填充在这个鼻唇沟的位置啊，一般呢深层也要填充所谓的鼻基底，然后浅层呢也要填充，将这个法令纹呢填平，也不能叫填平，就是把它填的稍微不那么深一些啊。一般的用量呢是一边需要一支，也就是一边一毫升啊。有的比较深的人呢，一边是需要1.5毫升啊。对于年轻的人呢，也可以一边0.5，但是我以前打过几个一边打0.5的，效果呢不是特别好，它用量还是太少了一些啊。这个是这个问题。这个填充这个玻尿酸有什么好处呢？就它没有恢复期。你恨不得吃个饭的功夫你来打个针然后就回去了，回去接着干嘛干嘛，可以正常上班正常洗澡，就是社交都不怎么太影响。术后如果你怕肿呢也可以冰敷啊，一般的话呢肿也就肿个2-3天啊，问题不大。它的缺点呢就是贵啊，因为它的性价比呢就是它这个叫做这个叫贵妇嘛，一般都是贵妇选择这个。因为它这个比如说一次呢一毫升呢可能就要6000啊，6000一边呢你这一边就得2毫升了是吧，然后它呢就管半年之后它就自己吸收了，有可能半年之后或1年以后呢你需要再次注射啊，费用会比较高一些。那么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第二种方法叫做自体脂肪填充啊，意思呢就是从肚子上的或者是腿上呢取一些脂肪啊。这个如果你太瘦呢就有点这个焦虑，没有肉可取，大多数人呢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呢就不会担心这个了啊。取点脂肪，然后呢在这个手术台上呢咱们进行提取啊，纯化，把这个脂肪呢变成纯纯的脂肪细胞之后呢再给它填充到这个鼻唇沟的位置。那填充鼻唇沟之后呢它有一个成活率的问题，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相当于比如你种地啊，种地你把地都刨开了，刨开了之后撒点种子埋上啊，这个相当于咱们就填完脂肪了。但是你这个鼻唇沟的位置呢又处于一个面部表情比较活跃的地儿，比如说你成天龇牙咧嘴的笑啊，张大嘴啃苹果又哭又笑，就你这种子刚埋进去你就又刨这地来了，那这种子肯定成活率就会低。所以呢在术后早期呢就建议尽量减少面部表情的活动，尤其避免什么大哭大笑张大嘴啃苹果等一等，这个让这个鼻唇沟呢尽量减少活动，让这个种子呢在这个地里好好长好了啊，获得一些养分，跟周围呢都已经融合到一起，这可以发芽的时候你再去笑它就没事了。这个时候呢所以说这个鼻唇沟一般的成活率呢在30%到70%，因人而异，一般大夫呢都会按50%进行评估啊。这个是脂肪填充。脂肪填充呢你想它如果是成活了一些呢你可能还要再次打，一般呢是3个月的时候再找大夫回来复诊，看一下你这个脂肪的情况，成活多少，需不需要再次填充等等，一般都是3个月的时候复诊，这个脂肪情况就比较稳定了。那这种脂肪填充的方法呢有几点好处呢？好处就是它是自体的东西哈，它不存在说打了什么异物或者是人工材料啊，它是你自己的是吧，你自己的肉在肚子上也是肉，在脸上也是肉啊，都是自己的。第二个优点呢就是说它这个性价比还是高一些，它比较便宜，因为它毕竟采用的是你自己的材料啊，只是给它移工于那叫乾坤大挪移换了一个地儿啊，就是手术费呢比那个玻尿酸呢就要便宜很多了。它的缺点呢是它恢复期啊，它需要一个恢复期，它毕竟还要抽一些脂肪啊，你肚子上呢可能还要术后要换药啊，如果要是缝线的话呢可能也要有个3-5天的不能太洗澡，然后这个脸上呢它比那个玻尿酸呢就要肿很多了，大概也得有个5天吧，5天差不多，5-7天左右消肿也就消差不多了。
但是它整体呢比那个玻尿酸呢还是稍微要疼那么一丢丢啊，一丢丢。所以说呢，这是两个手术的一个大概的区别啊，各自的优缺点。那么这两个呢手术呢都可以解决这个法令纹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呢是年纪比较大的啊，大概比如说这个超过50或48以上的，这个面部皮肤松弛下垂而导致的这个法令纹深，这种情况你可能就要需要拉皮手术才能够解决法令纹的问题，就简单的填充可能就不行了，可能需要拉皮上皮皮肤加填充才能够解决咱们的这个问题。那关于这个拉皮手术呢，我们可以下一期再说，它能够做到的呢就更多了，它能改善的也非常的大，当然了它的代价也是有一丢丢大的哦。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请点赞或者转发，让更多的人了解正规的医美知识啊，把那些鸡飞狗跳的七零八碎的全都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谢谢大家。